Багровый свет, каждый чем-то прогрет. Музыка разбивает нас под фильтром сигарет. В каждом есть моя фишка, каждый танцует броско.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 Вечер моя новелла.唯一组一共是五组啊，手支撑住，下面的腿不能弯曲啊，必须挨在一起，然后向前移动。OK， 包括这个，推来一下，推到最前面，再回来，一个来回算一次。OK， 肩关节的稳定性和你身体控制。OK， 还有一个。自我感觉好吗？我再好一个，你好，你自我看到我最好。至少我，没事，做个动作啊。加油加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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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片挑战，加油加油！哇！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背部肌肉得到了很强的就是需要用很多的力，需要用你用肩胛的力量。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一定记住不能用你的二头肌的力量啊，一定要用你的背部的力量和你的肩胛肌的力量，还有背阔肌的力量。带动杠铃，带动带子，练到很多小肌肉，这也是我们推杠铃和平时的简单举杠铃的动作所练不到的一些肌肉。一人帮助固定，并且抖动绳子，另一个人用自己最强的控制能力去控制住杠铃，控制住绳子，也是在保持你在控制杠铃的时候呢，拉铃会更加容易一些。抖动的幅度呢，尽量要大一些，然后让受力的运动员呢，可以在抖动中不停地去稳定你的小肌肉。这个训练要求呢，胯部一定要收紧，并且保持一个稳定性，然后全部依靠你的背阔肌和肩部的力量去带动杠铃，带动带子，练到很多小肌肉。这也是我们推杠铃和平时的简单举杠铃的动作所练不到的一些肌肉。Run!